天之，进鬼屋了，暂时不追吧，鬼屋那边会被牵鼻子的，跟着他节奏走我就亏。前锋我日，再不开局是追先知呢，说句实话，祭司搞得不出来，先知鬼屋后面有人在起点，空姐吧，空姐和先知换了个位置，先知在起点，下板子，又弹射攻击，天资亮了。先知重新起，前锋帐篷，祭司没修，祭司又想搞骚操作。不着急啊。救人呢，哎，我以为他到了，我到死，前锋摸好过来救，不知道没打好，没必要追了，祭司在熬后站，我就找人摸去了，然后再去追，他不敢修机子了，他这个看不见球就很难受，
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球。这个人估计是怕死就。这长洞是真的烦。空姐还敢出来呀、啊？怪不得赶出来，有车，应该是直接坐过站的。直接怼吧。一会儿功夫人就不见了呀，哎，每次都是这么好的节奏，全都是长洞搞的，烦死我了。人虽然是没救下来，但还是亏。再搞几次，这把不会用杰克了。每次都感觉这个废墟这个角落刷一个人。然后耳鸣每次都不亮，就很奇怪。看这怀表，哎呀，怎么被丢出去啊？
放个闪现。其实应该挂前锋的，挑战师插眼起来的慢得很，没必要。哎，上，收一亏了。有点炸，三台全在修，现在就看他修息速度快不快了。应该救不到，救到了我就没了。救到了，哎呀，真的烦。黑妹摸前锋，跟他真应该挂前锋的，这挂调音师收益太亏了。调音师加插眼根本就起不来。
哎，不该平的呀，能赢的局。前锋被装下来的人完全可以赢的。
Got it.
Thank you.
Yeah.